上次买的，最近我在浴室里面睡觉。上去没？好像就在我们这边。先生，我是警察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几号几楼？你在几号？你的房门号是号码多少？四楼啊。154号四楼是不是？我看看他们家有没有其他人啊，我先联系看看好了。我叫小雨先联系看看。好，好，拜拜。门开着。阿贝，你在哪里？可以方便进来吗？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喂，你还好吗？啊，还好，尽量好了，没关系。你还好吗？啊，你还要帮你打119吗？打119啊。对啊，我帮。你现在把我拉起来就好了。可以插针好了。我现在真的老筋糊很糊涂了。没关系，你先插身体。嗯。哦，好不好？插身体。擦完之后，我扶你起来，我们到外面坐。你要慢一把布拉好。谢谢了。不会，不要讲这种话。谢谢。我们应该做的。没有印象，喊了救命，然后我们有四个人到，我们警察四个人到，有两个人。先帮你穿衣服，对不对？有印象吗？不会。谢谢你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不会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稍微了。好，不会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